，A B 机给我回放一下。 刚才这条素材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声音呢？有没有穿帮？没问题。灯光，导演，灯光没问题。OK， 好，过保留。我表现的怎么样，安姐？你表现的实在太棒了，肖东。我就是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情？之前的池婉君事件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她在学校不妥当的拒绝了一个男生后，这个男生被狗仔利用，编造了很多关于他人品不好的谣言，给他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。 你一个学生偶像，你的形象十分重要，而且我了解过这个叫做雅丽的女生，她的家境非常不错，对你的发展多少会有些帮助。相信我，肖东，严格按照公司给你铺好的路走，整个世界都会在你脚底下。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，艾米姐。好了，最近给你安排的通告是不是有点多？我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记住，肖东。 我们大家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。我保证，我和公司所有同仁的时间和精力，都会放在你，且只有你身上。薛耀东同学，薛耀东同学，你放心，我这次来找你不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，我是想跟你说，你下场演唱会 VIP 的前两排座位我全都包了，所以我能做你第三粉丝后援会的会长吗？真的太谢谢你了，雅丽同学。 但是粉丝这个是……哎，雅丽同学，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破费，我们聊一下后援会的细节吧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老师，你好像不是我们十班的吧？哦，我十一班的。十一班的不回一班，在十班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我这就回去吧。 老师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知道你是谁。你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你也不知道我的产业是什么。我了解你的产业，无非就是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，打造廉价的偶像，赚取巨额的利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走。老师，再见。 小东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不应该把我的经纪人带到学校来的。小东，作为你的老师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来这里是学习的，不是来唱歌的。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你的学业。 这样，即使那些居心叵测的人、炸光完你的价值，将你抛弃之后，你至少能够依靠你所学到的知识，立足于社会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回去上课吧。对了，我的新专辑马上就要发了，祝我开工大吉！开工大吉！ 怎么啦？最近瓶颈期，我觉得我应该换种风格，既要一鸣惊人，又要符合大众的审美。那可是我的擅长。哼，你确定你擅长的不是一鸣吓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好笑啊！不是，好歹也是朋友对吧？我说可以就可以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可以帮忙。千恩万谢都在酒里，啊不，可乐里。你是干杯干杯，我要吃。跟我们的西瓜联盟越来越壮大。谁西瓜了？我不想当一个什么水果西瓜。那是肖东同学粉丝的昵称，是不是傻？那我又不是他粉丝呀。<笑>我是。好嘞。<笑>总之，辛苦二位，开吃。 吃吃吃吃吃，别吃我的肉啊！给你，别吃，别吃。说到这个一班的何律希，他真的有好多槽点。我跟我哥和何律希是初中的同学，有一天我们两个去洗澡，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？
看到什么？看到了何律熙在澡堂里面拿洗澡水泡泡面，你敢信？我的妈呀！我跟你们说，就我们升旗的时候嘛，他不走最前面嘛，然后他那裤子裂开了，然后你猜他内裤什么颜色？是小花色的，还带草莓。一个大男人不穿草莓小花不了。我的天！我想起来了。我们初中不是一个宿舍的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洗澡。有一天我就洗澡的时候，我看他进了浴室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穿着鞋来洗澡啊？”他说：“这样我就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洗鞋。”说到这个鞋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之前的同学把他的自己的鞋子换成一个女生的鞋，她穿了整整一个月，而且那双鞋子还是粉色的。真的发现不了。哎，今天怎么穿粉色的鞋啊？卫生检查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还想到一个，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里吧，就在我回寝室，就看到他门口鞋上放了一个，当时我以为是个鞋，但后来我看见是个袜子，就很黏很硬，就立在那，你敢信吗？于是就超臭。他今天穿什么袜子？哎，于西，你袜子在这吗？你自己洗袜子了吗？超臭。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的曲子，让人感觉微风拂面，好放松的样子，应该是跟云有关，或者跟海有关。我写完了啊，刚才的词这么快？对呀，来来来，这这看。好。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。住着一位神秘的高人，你要问他擅长什么，他会悄悄向你发火箭炮，火箭炮，火箭炮，为你实在不算巧，火箭炮，火箭炮，送你回老家，火箭炮，火箭炮，为你实在不算巧，火箭炮，火箭炮，一发送你回老家。啊，合适吧？合适个鬼啊，你这写的什么鬼东西啊？我听他的曲子，我只想到这些。你听不听他的曲子，想的也都是这些吧？但我觉得火箭炮还是挺帅气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一不小心进入到火箭炮的世界了。火箭炮又是什么世界啊？真对你无语了。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别的主题吧。肖东同学，火箭炮。肖东同学，肖东同学，仔细想想，火箭炮这个主题还蛮有趣的。对吧？我就跟你说了。哎，应不信，我这还有一首歌，你帮我想想。这个好，交给我。嗯，好，我有好多想法，好像是这个也挺好的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对呀，然后我们可以写这个。听说过哆啦 A 梦吗？嗯，对呀，然后我们可以加它进去。嗯，然后这个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火箭炮，火箭炮。火箭炮，火箭炮啊！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嘿，先别打扰我的灵感。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咱们俩出去说吧。说吧。在这儿。嗯。
叶木希同学，你跟肖东同学是好朋友吧？那你也希望他的事业越来越好，对吧？当然了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写的歌词好像有点不太合适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你写的那些什么西瓜刀、火箭炮，你不觉得太低龄化了吗？听不懂。就是太幼稚了，跟他的画风完全不一样。幼稚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有趣，你知道吗？有趣的歌就要加上很有趣的歌词才能搭配在一起。有趣吗？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。你不要把你的审美强加在别人身上，也不要觉得所有人的审美都跟你一样，他会疯狂掉粉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写歌词很好，我显得特别垃圾，对吧？不用解释了，赶紧你写吧，我刚好不想。你去哪游戏？我有急事。玉溪啊，怎么了，欣南？你觉得我有魅力吗？在你们男生眼中，我是那种受欢迎的女生吗？你觉得我是个可爱的女生吗？新一大人，请你不要这样，你在我心里是偶像呀，你天天撩动我，这样子我会受不了的，你这样让我怎么办？你这样子我的小鹿会乱撞的，新一代。城市的悲伤在这一刻化作了希望。哎，你觉得我这第二句跟第四句哪个比较好？你看，夏英同学，夏英同学，如果第二句、第四句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后面这个吧，前面那个好像有点不太押韵。有道理。看一下前面的。那你写歌词很好，我写的特别垃圾，对吧？小东同学。我虽然很想帮你写词儿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去做。什么？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先走了。
在对什么呀？分。谁的分？我们友情的分钟。哎，别那么较真儿嘛，开玩笑，堆土堆呢。不过还是得为之前跟你说的话道歉。没事，小事嘛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本来就没生气啊，这种小事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其实你写的歌挺好听的。摸着自己的良心，不然会被雷劈死的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坦克统统被炸掉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送你上西天。你笑什么？挺难听的。看你来。跟你说，这个歌是要有 feel 的 ，feel， feel it， yeah。OK， 来教你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坦克统统被炸掉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送你上西天。火箭炮，火箭炮，送你上西天。山西同学，
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听，用心去听。80分。80分，黄奕同学考了80分。没错，这是来自心灵的呼唤。哎，山西同学，你听过80分之歌吗？没有啊。我唱给你听。80分又来了，80分又来了，黄奕同学的80分，分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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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里面可以加一些说话，会更好。分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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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。黄奕同学80分。哎呀，你烦死了，吵死了，出去！80分。现在开始上课。上课之前我先说一件事儿啊。上次考试我拿错了试卷，拿错了初一年级的试卷。不过大家考的都还不错，平均分都达到了95分，挺好啊。好，现在开始上课。